安尼你就免无必要惊吓就对啦吼。所以这个讲法，家己怎啊，必须接受。快乐联播网，明天帮电话国家说话小姐，你访问的时阵我甲伊讲，看我互你做参考。啊，这个决定权是你家己啦。就讲，你变到哪里？散步的空间，你人我都讲，我拢外出去，拢伫厝内底，啊，我嘛拢头壳尾拢挂嘴安吼，拢、口罩、口罩，拢顾甲真好，勤洗手。老实讲啦，那我都做甲真真正正真严格的预防哦，无注疫苗哦，你嘛免惊叫我一点，因为你真正戴口罩，甲人讲话拢超过两公尺以上，啊，你也未像阮往台直接去接触个患者。我哩甲患者看哪话是啊，伊咪扫，扫出来喷出来，就一定会喷到我的面、目睭、鼻、嘴，我嘛拢会去输掉。啊，我若无先甲预防起来，绝对袂使。但是恁无一定像阮即款危险工作，恁会使闪开的，恁会使干阿靠口罩甲勤洗手，啊，莫去迄个公共场所、伤济人的所在，都看到片面的。哇，喺度，即上好啊！即个作伴啦吼，而且真正会使农民主利用下也无要紧。哦，不过你囡仔大细对外口入来，回来时嘛，但叫伊紧洗手，哦，叫伊把迄口罩虽然夹掉，哦，无个大鼻孔入来厝个，啊用摸着了，再过来摸咱摸个椅啊桌啊吼，迄个手把啊，去互人围住。哦，那这人我都做的是。做会到，啊，佮有安尼咧执行，严格执行，会使免做，吼，即我爱讲清楚，说明白，吼、哦。拄下阿杜甲咱讲，十六秒的迄关键的影带，有一趣味的小细节，大家要注意看。我推荐的，你讲杀人的迄个手吼，手部刚好叫电线杆遮住，手掌的部分，哦，咱注意看嘛，所以伊迄是夹伤吗？啊是无，伊是干呐防卫性的动作啦。我揽不开你啊，我都哦，我都安尼动的啊，动的是迄个手，叫电线杆遮住。啊，你若要讲起你家己杀我，靠，都会去。哼，在别个角度然后翕啦，吼，啊，若无，啊，唔知影啦吼。我见啦，即款物件你讲安怎拗吼？我咧讲伫这个动态的迄个宣传车顶头，你讲做啥动作都唔对，你大家嘛要清惊。你互你伫顶头人诶。咱常咧骑宣传车咧，卖鼓励个人，咱也毋知影。迄摇抓抓咧，迄伫咧画个中间，甲警察摔出去。哦，所以迄毋是昆虫，迄个真注意。所以伫遐你有侪人汹汹爬起来，要甲你救，要甲你啥？无人戆戆要互你抓啦，狂砍嘿，大家嘛有自卫的动作。哦，所以人用这个硬拗哦，无人性。咱直接用足冷静来看，看这阵人到底是。是为了五斗米折腰，啊，为着中国人要拍到人，要来挑拨离间，有啊无？我今日用去分析了，咱今日执行哦，已经不是像古早那样容易用暗卡，经过手机啊，经过普浪，经过 Facebook， 哦，你根本无多暗卡，所以才会回屏，才会猜疑啦。你确定对皮肤以下的手机啊的翕的，马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款角度的物件。哦，我怎啊在上山？我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上玉山网络电台，你个点入去网聚厅，网友聚集的厅，聚厅内底去看渔夫迄个主题馆，伫主题馆遐，你就会看到足济类似即款的铺伫遐啦，吼、哦。啊！大家用理性，用理智，用聪明智慧，咱就已经用教较足够的，教较真够。哦，所以这吼可恶的所在就是，咱为着干那一个言论的自由嘛。伊听好甲张医师哦，代表海洋协会理事长迄个进来，请个电话用安尼来讲，我会甲非安干扰。啊，只采用迄法条是死刑、无期徒刑，甲三年半以上的。行者一贯来你搞糟蹋，你搞两滴，我实在是伤寒啦吼。
我若真正讲较厉害，我都干扰到飞安，拍出去的波拢嘛对大海峡，对大海峡边去啊，拍拍人，对中国无人机、米格机，还是啥射上去。安尼我敢无抗爆英雄？我顶多是伫遐对大海峡迄边，听会到的对因宣传，听袂到的该飞机干扰，可以飞机落来，我唔外好咧。啊，至少我所在，咱这个武汉洋的十几年来底变二十年，咱万不一台吼飞行机给咱的 FM 95.9啊，写着啥公安事件电话，敢无？我会记得中国，无半台呢，无迄款飞行机讲给咱的，会微波会去写着，啊，就会去联络。啊，连这都袂啊，啊，啥要用这四型？武器多型，三年半以上的武器多型，这款型你搞去平地。啊，这个江干人的冯富祥教授，冯富祥是蒋介石总统的秘书哦。伊后壁佫接了就是英文秘书，就是马英九。啊，这款讲菲律宾的女佣，一个弱势女佣江干，啊，江干，佮你后国安先生佫叫伊某摕八十万佮人和解。啊，这款人已经明明对人造成伤害，还迄菲律宾女佣惊啊呢，唔敢出庭，只叫迄个马尼拉驻台的协会吼 ，MECO，MECO 送登去菲律宾，连台湾调都唔敢甲调嘛，我都甲调，因为都惊，伊知影这总统的秘书呢，要随要甲伊拍官司，要头壳歹去。加载啦，伊也要走，根本等于也唔爱赚啊啦。八十万摕咧吼，哎，你若有经验啦，咱台湾若较无收飞机的十个人，不共欺负着遮运用费用啦吼。哎，何解金是二十万以内呢？二十万是包伊的薪水甲飞行机票了。那有亲像黄伟翔，伊某摕去共何解，为共后去共何解上八十万呢？八十万白做乌字，嘛无多可以不被提起公诉，这是公诉罪呢，这不是一款告诉乃论，结头甲这款呢，做一个贴合的教授，那个无贴合哲学内底就是理哲学 logic， 无逻辑的来去教逻辑，这款人做啥呢？无逻辑啊，伊讲硬拼硬拗的啊，我情绪不落，甲操守衣冠禽兽完了一片，所以我看到这款呢，吼，这一定法官哦，实在是吼。你大家拢小度会着，天下有正义啦，嘛有公义啦。你若是做了上超过，唔免那个修理啦，老天就会给他修理。将来这人不得好死，你也看卖看下啦。连蒋家一家都七个寡妇，你也看卖，迄款生活，那种惩罚敢无够多？咱有担米不吃，担水不啉，搁来甲你倒家，未晓甲你感恩，去吃个寡妇，我紧。咱做出是有目睭，嘛头一下互你看到一款，诶，甲普世价值无共款的人物，你敢袂使讲伊是人，我嘛真怀疑，到底伊的厝边隔壁，该款人啊赤裸裸的款垃圾相安表现出来，所以可能朋友，咱都爱健康的身体，咱的健康以后，要让大家心心灵拢总健康，咱无在做人，今仔日咱时间到，后礼拜三暗时。十一点甲一点，来游玩在空中，甲咱见面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啦啦